五百六啊，其实，五百六啊，你先过来嘛。 我包，后尾阿五包，嘿，我包。哎呀，都莫去啊嘛，嘿伊个啊。爸爸。啊，你阿爸是多少钱？爸爸。再多少钱？再多少钱？再过你去了，我叫人去了。你要去了？我去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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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去了
哎，两百啊！哦，够不着卤鸡腿了，老板。好耶，这么棒！来，都没有的。老爷又没问老，也就涨三百钱。先过去告诉你，我多钱来造毛毛？我叫来造毛毛。阿伯哥哥，来造，两百块了吧？哎，两百。两百拢有啊吗？拢有啊啊！来，你辛苦。好了，那皮条停了。弄完了，弄好。我再包你一包了。谢谢。你敢不少的，他们说。我敢不少。哎、欸，就上来了。没取号吧？对啊。阿杰、啊，哦，看出来，哎，来我讲，来你先收票。你叫啥班？没啦没啦，他看不到，没注意到，没注意到，我当作恁做伙的生意。啊？你个客气了。过来啊！阿杰，阿杰，其实你蛮感动的，你有冇收过钱？有啊，还有个客气嘛。你给那个上高岗的。对啊。给两个二啊，给二个。哦。二个啊，一个梅啊，一个梅青，下啊一个梅啊，好嘅，好啊，甲包啊好啊。啊，这恁到后要食这个菜头粿，我准备四包。诶，准备了。四包总计唔免五包，唔免四包，总计先加钱啊，六包啦。哎，两百啊。得嘞，钱啊，来这边。好，来这啊，包一个啊。两百好，来要食无？诶，两百。两百。好。啊，这我恁讲吼，两只啊，四只啊。今日你后边希望我袂错。哎、欸，你搞那个叫小笼包不？哎、欸，你冇来啊？卖完你先处理，车伫外口去嘞。车说嘞，我讲你冇食物件，我陪食。到底即摆是要介绍下恁家来买啊？支持我无？支持我卖我行好无？卖我行好无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要买就吹一波啊，吹一波啦。鸡腿卷啦。哦，鸡腿卷。啊，这我讲哦，这是鸡腿卷。哎、欸，你这两只拢鸡腿包。这种鸡腿包，肉片都卖完了。肉片就下来。今天你要吃鸡腿，就卖三百二啊！我只要买就先给钱两包啊。哎，两百啊！两百块上面就两包。姐，九高刚给，谢谢新年快乐，给姐一个九高刚。那什么 ，OK 来，那紫色会红灰。紫色一组的，一对过。OK。一对过啊。卖完。对啦，看来讲哎，四百块，谢谢。来两包够要来无？哎，两百块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谢谢。这个够要来无？两包鸡腿卷。来，两包。两包吗？两百多了吗？鸡腿卷咯。够了，要买一百的无？哎，一百。好吃。吃了。吃了够吃了，真的。哦。边个在买这个？哦哦。好。这个到这个够意啊，一百个要来无？哎，请假，那我一个就加一个。好，有错我无注意到。一百块。有错我无注意到，有我无注意到，我讲。一百个要来无？我。一百块包的。这样。这样。哎，这个是加多少？一百，最好一个两百上面。来，两百，最好一个两百。阿姐，你买两份啦，今个你个包包袋送你一百五了，真的没有？一百五 ，OK。好，我送你百五了。我那个老的五支、十支足艰苦的。哦，来，来，你个你个你收的。你个老要食套餐？要食套餐要收袂了，套餐袂了，套餐袂了，真一个了。两百块啊！一千块哦，拢套餐。一千哦。啊，拄仔来规箱满满，因拢有看，吼，规箱满满，船哪里也过着安尼啊？最强的一滴泡拢无。最强的把酒给你敬，来，我来讲，一千块上面只有一千，来一千嘞，来，我来讲，我搁招一个好啦，好无？这真正无啊，规身毛毛袂够纯正，这比现老阿青啊，我无甲你偷笑啦，你细着看好无啊？来，你甲我买一千块，我才够你啦，你买一千才够你啊，你买一千才够你啊，
我跟你讲啊，一盘车拢来，一千块啊。来一千了。过两尾啊，无一千了。来一千块。两个。拢好啊。好啊。看来七七五的。哦，我走两包。七七五的，来。过可以鱼啊，我等下卡卡可以鱼啊，我等下。卡卡可以鱼啊，最后咱来试下，赶紧去抬下去。好啊。过来，阿叔去听广播。过两尾就过一下包嘛。抬下去，这怎么用？最后两尾就往下包。你莫即个老人，即个有够用。即阿嬷伊会来吧？即当然用煎的，卖一千卖八百，我先给一个三百，有人要吃吗？来三百啊！有人要吃鲑鱼下巴无？三百，三百块这样。即当然用煎的就做好吃，三百块了。哎，三百。鲑鱼下巴有人要煎的无？三百。三百。后壁飞机啦，你后壁飞机嘛，那剩一分尔，剩一块尔，飞机后壁。三百，哪要吃？三百。哎，三百啊！三百，三百够要吃，三百块。三百，这边买就三百。恁听我讲哦，我客气嘛。三百，这边再讲拢无变。哦，恁听我讲，来，来。恁若到店要过来收，我讲阿表哥有诶啦吼。来。啥物要收偌济？来，这个我领了，这个我领了，这个我领。哎，沙包了。这个来啊，你等我煎煎吃吃啊，真的啊，这好物件啊，这个来啊，来啊，这个我领啊，这个我领，这个我领，这个来。啊，这我跟你讲哦，今天这盘你听我讲，要吃啊，尽量做加上恁吃。放心嘛，来，放心嘛，来啊。再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个了，唔免七个，六个了。这拢我领了哈，我跟你讲，恁听我讲我说。你介绍卖把我记了啊，全部六个，今天遇到你，我买吃啊。两百了你要吃干贝甲迄个干贝甲高干包无？我想问你，你是啥？来，来一千的，来，拜拜，谢谢。招牌好嘛？之前无啊，你买咩做？即我买个鸡条，一分尔。鸡条，啊，你搞迄个牛肉嘛，鸡条。牛肉，那都行。来，你搞那咩食？刚刚人还没买到这无？金枣鸡拢无骨头的，一包要甲一斤。拢无骨头的，三百五百蚊只大包，一包百八两包三六千几钱，两包三百只。来两百啊！有两蚊招牌咸猪鸡无？一包好食，一包好食，拢无骨的。两包两蚊只嘛，即有人一家订四十包，我来两百。来两百了，招牌咸猪鸡。来两只，拢介好食。来两百个有咩来无？两百。来，恁无在收个？两百个有咩来无？两百，谢谢。哎，恁看啦，唔买过试食看嘛，一包两蚊试食，我一包。一百啊！有两蚊食看嘛，无买一包食看嘛，试看嘛，煎看嘛。你话你煎啥物鱼啊？啥是哪煎一包来食看嘛？一包拢无骨了，一包有咩来无？来一排啊！一包拢有啊吗？谢谢。哎，恁到两尾食龙虾上班甲黄鱼，后尾我做一个干哪好个？黄鱼先来。来黄鱼先来。一口乌有两尾食无？哦，今日袂足济哦，一口乌少。来，你话冰糕准备啊？金龙沙四五六七八九九个人家，新家一个人家，七只卖你二十块都起来。来二十啊！无走的啦，起来啊！无走的，二十啊，这里要记。哦哦哦，这阿姊啊，这个要注意一下。没注意。你四个啊？你三个啊？我三个啊！哇，这两个手袋你啊，紧落来，二十啊！哇，你有收吗？有啊有啊，无啊无啊无。不过迄个啦，哇，行，各地各地。我带不起啊。早紧提了，我请来了。咱讲二十就是要二十，袂当收钱。带你几个？四个。金龙三四个，一只嘞。四个啊，我一个啊。是嘞。好好好。再试试，我几个？我今我带来二十公斤啦。我你先说好嘛，你先说。几个？四个。好啊。四个啊。金龙咯，金生生，几只两只朋友，然后垃圾给我洗了清洗。我话几个容易啊，掠着了嘛？你拢我垃圾无去，哪底洗洗洗啊，就几块垃圾，几个？是啊，我一个都有啊 ，OK 啊。看你四个啊。四个，四个。来，坐里头。来，啊，当我熟悉，无你今仔听来，再来我过来。你比较认真，我做些事。可以啦，大家快乐发生。啊，随时要提一下。我拢加。加阿平啊，我四个。好。
来客气的。二十块，你免当吃死。好啊。好啊，谢谢啊，嘿。谢谢我龙姐，阿姐帮我看好了。不然这里我先卖掉，好不好？你们要吃红包不？我也不要吃那红包嘞。干嘛要吃红包？红包这些我吼，无熟啊，我可以做好吃做大粒的，来客气。有人要吃红包的无？这粒猪要肥了，无再条加咸啊，对不对？好。这粒红包做大粒，这板头你用啊。笋瓜，大粒红包，遮济年来，咱嘛是买一斤啊。全台省做年菜，我早食到食透透啊。哎呀，无一斤比一斤好食，我唔是你好笑，一斤嘛是成本上贵，要唔我坚持袂好个。即条我若画你五百，你绝对买无遮大粒的红包挂笋瓜。六个人计先计钱，350块上面。350，食好，食好，食大粒的红包，食好，食好，350。有人要吃好的红包啊？350。哎，350。没你这条绝对有你好用，绝对不会让我闹心的，不好笑的。哎，那超紧张。350，你相信我，350会不会来无红包？吃好吃。保证大粒的，保证大粒的。大哥，这条你若相信我啦，你莫嫌的贵，你吃你就知影啥啦。350好嘛，你要吃看卖无？袂甲你好笑，过年你来吃这个。350最后三个有几啊？350。三百五啊。拢有啊吗？三条包系几啊？你看台啊！你看喜欢我吗？哎呦，这个喜欢作用啊！啊，姐，啊不用台啊，好啦，台啊好啦，伊个病，伊个猫耶！啊，这样我这嘛无啊吼，啊恁这买买十个，这买个老几几十个啊？啊，我再来要看牛吧。恁要吃牛的，有人家买三百二啊，吼，新客是200，全部拢弄的哦。